的格局。大家前后左右都附的大税不要担心哦，旁边的人我也看得到，但你要记得大声还要举手。再一次，请告诉我，你现在所在舞台区在哪里？在哪里？这边有声音，后面有声音，有。哦，接得好，接得漂亮。我跟你讲，每一个东西就是要这样子接。我看过太多人用拍的，都送给别人了。好，刚刚送的是触控笔，但是我有说我们要大方送，而且我们赠品真的很多，我没有在开玩笑了，而且不止这样。这样子，大家拿了我们的专属小苹果，准备好是在拿我们的无线滑鼠了吗？后方的朋友可能还不太知道，我们今天准备了 turnout 专属无线滑鼠，现在就要来送给大家，好不好？知不知道我们介绍这台 Q 棒究竟是来自于哪一个 Number One 的路由器品牌？好，我们的 Q&A 组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哦。等一下，帮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朋友，谁的声音最热衷、最大声？家里有草坪嘛？但问题是，不是台湾没有人家里有草坪，你们中国也没有人有草坪啊？嗯，to give you. So when I ask a question, if you know the answer, please raise your hand and tell me the answer loudly to catch the gift. Hello, 各位现场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霞诺科技 Q-Note Technology 的活动现场哦。那么活动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发送一下小小的见面礼给现场的朋友。哇，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在活动的一开始呢就一直持续守候在我们的现场咯。好，那当然大家拿了很多的袋子之后呢，有没有人缺乏购物袋来装礼物的？有声音的话呢，我们才会把我们的这个 Q-Note 专属购物袋发送给大家。有没有人缺乏购物袋的？有，我们是 Q-Note。 请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你们正位于哪一家舞台活动现场？是的，很好。请问最棒的路由器品牌叫做是 Q-Note。 很好，这边的朋友好像还没拿到我们的专属购物袋，对不对？马上也来问一下咯，请问你们最爱的路由器品牌叫做是 Q-Note。 很好，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呢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精美的礼物要送给大家。首先要先跟大家来展示一下，究竟呢我们在这一场舞台活动当中呢要送给大家什么。哇，看到了，是我们 Q-Note 的专属无线滑鼠，以及我们 Q-Note 宝宝的造型随身碟，在我们的活动当中都是要送给大家的哦。所以当然大家等一下就仔细的来听了，要抢答一下好不好，来抢我们这个专属的好礼了。好，那首先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呢，就是我们 MiraCast 的功能。 MiraCast is the function that allows mobile device screen stream to big screen via QTV.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In campus, teacher can stream educational app from his smartphone to big screen via QTV for all students.哇，就像是我们现场哦，大家可以看到手机呢跟我们的电视现在是已经连线上了。如果我们现在这边呢正在播放一部很夯的电影，可能前面一个朋友、两个朋友、三个朋友靠过来看，后面的朋友就看不到了，对不对？因为荧幕比较小。但是呢，如果我今天可以将这个手机的画面推播到我们的电视上面来做播放，是不是全场的朋友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个电视荧幕了？这个功能叫做我们的 MiraCast。 请问这个功能叫做是 MiraCast。 非常好，
前面的声音很大声，谁还没有拿到我们专属小苹果的？这边的朋友还没有拿到，马上再来问一下哦。请问拥有 Miracan 是来自于哪一个品牌？这边声音很大声，记得今天只要有 Kuno 的声音，礼物就会一直不断飞到你的手里，好不好？好，那当然呢，相信大家应该很好奇，究竟我们的 Q Box 长的是什么样子呢？好，那马上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Q Box 非常轻巧可爱的造型，以及呢它是钢琴镜面烤漆，所以非常的时尚哦。我们来问问看现场的朋友，刚才介绍的是它可以从手机推播画面到电视，你们猜猜看，电视也可以到手机吗？没错，电视也是可以到手机上面来做播放的哦。As I mentioned, the Miracast is a function that allows mobile device screen stream to big screen via TV. Majority of TV box is like that, but our Q box can stream bidirectionally.So the data that QTV receives can be streamed back to smartphone. 哇，从我们电视上面的萤幕也可以推播回我们手机上面做播放。现在有一个运动赛事要开打了，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非常好，就是我们的世足赛现在要开打，对不对？如果看得很夯的时候，刚好想要去上厕所，可能你一出来，哎呀，错过了很重要的一脚，绝对会很呕，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呢，可以将我们这个电视的画面推播回手机上面做播放。即使你人没有在电视前方，也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赛事喽。所以，我们来问一下现场的朋友哦，请问 Kuno 可不可以让你手机的萤幕到电视？可以。可以。那请问电视的萤幕可不可以到手机？可以。可以。后面的朋友帮我接一下喽，没有错。那请问可以这样子双向来做传送，是来自于哪一个品牌？就是来自于我们的 Kuno。 好的，现场的朋友，有没有人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我今天穿的全身绿油油的，怎么会叫红豆呢？我今天叫绿豆。但请问我今天跌倒了变成红豆？很好。那如果我今天跌倒淤青叫做黑豆？我吃太饱了叫做大豆。大豆，太棒了。那我这时候就需要吃纳豆。这么好笑的笑话一定要跟现场所有朋友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对不对？笑到捂嘴巴了，被我偷看到了。所以我这时候就可以透过 one to many 一对多的来做传送，把这个这么经典的笑话呢传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做分享咯。以及我们还有回控的功能 UIBC User Input Back Channel。 什么是回控呢？当我们今天呢接收端以及传送端连线上了之后呢，我只需要来操控我们的这个接收端，哇，画面就会直接被操作在我们这个操作端上面，可以看得到咯。例如说像是我今天